姐夫，还想跑？吵什么呢？这里是医院，安静。行了，严伯父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追不追没什么区别。医生说的对。严先生请自重，我只希望还我们娘俩一个清白。哎，你们看新闻了吗？看了呀。哎，真没想到，严秘书才是严氏集团真正的大小姐，是当年检验中心把爸爸搞反了。是啊，这也太让人唏嘘了，白被自己的父母冤枉了三年多。喂，西西啊，我是爸爸。西西今天忙吗？有空的话，带医生回来吃个晚饭吧。我忙着呢，你自己吃吧。那今晚去哪儿啊？你这个人怎么神出鬼没的？亲爱的老婆大人，今晚去哪儿吃啊？今天晚上回家吃。是不是该安排我妈见见你妈了？好啊，